来，要替你庆祝。你酒味已经很重了，不要再喝了。要喝。你看，这是你最想喝的那一瓶哦，最贵的哦。好，改天再喝。今天喝。要恭喜你，终于跟刘美芳两情相悦，在一起了。你不要乱说啦，你是看到公司里的影片对不对？你误会了，其实那不是……不要骗我。我想通了，我可以祝福你，因为是我拒绝了你，所以你放弃了我。继续去追美芳，喜欢美芳，不喜欢我了。我明白，真的明白。我不是不喜欢你。先不要讲，听我讲。你那一天突然跟我告白，我吓到了。我不理你，是因为我不敢理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还骗了 Gail。你骗到什么？我说我要追他。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他邀我去他家，我没有去。可是我又不想太早回来面对你，我又在外面晃，晃到三点才回家。腾腾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其实也有一点点喜欢我？我第一次骗人。从来不说谎的，还被揍了一句。他揍你，我叫他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你干嘛说对不起啊？你又没错，是我错了。是我太晚喜欢你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会来不及啊，一切都还不晚。不行，你已经跟刘美芳开房间，不可以脚踏两条船，而且我不想要当小三。你怎么会是小三嘛？我跟刘美芳吃饭，很开心的吃饭，还抱在一起，我每天都看在眼里。你他已经跟你说美芳，这样子。你睡好久，都中午了，头痛不痛？饿吗？那
煮面给你吃。好乖啊。你该不会忘记昨天说的话了吧？忘了？没忘了。有没有感受到万众瞩目啊？如果是男女朋友去开房间，那就是办公室恋情；如果不是男女朋友，那就是约炮。你跟肖经理是哪一种啊？两个都不是，我跟他只是去找我的朋友。编理由也有点诚意好不好？事实就是事实，坦白说出来已经很有诚意了。信司还没来。总监他今天请假，他有交代我下午替他去开会。我郑重的跟各位澄清，我跟美方确实有去饭店，但是是去找他的朋友。我倒是比较想要知道，你是怎么拿到影片的？就有人寄给我的。谁啊？信司没有接电话，可能在忙吧。你传讯息给他，他看他会回的。你还没告诉我是谁寄影片给你的？是谁寄给我的？我不知道。肖经理，你这样子质疑我也太奇怪了。如果你跟美方坦荡荡的话，何必在意那段影片是谁寄的？肖经理，你要是想护着美方，就干脆承认你们在交往啊。当然不行啊！我现在啊是有另外一半的男人，我追影片不是为了保护美方，是为了让我的另外一半适宜，怕他不高兴。肖经理，你有女朋友啦？不是女朋友，是男朋友。肖经理，你干嘛为了美方说这种谎啊？哎啊！我干嘛说谎啊？烦死了！谣言止于智者，老是说不听。以后就算有影片，也要小心求证之后再公布。就像这张铁铮铮的事实，等一下我会光明正大发到群组里。走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工作了，总监今天请假，专心工作，工作啊！你都不担心信司吗？小叶他是大人了，偶尔请个假没什么。可是以往他都会跟我们打声招呼，这一次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担心的话，我们下班可以去找他。干嘛一直笑？有啊，牙齿都露出来了，开心嘛。腾腾，
你刚才好 man 啊，直接就公开了。哎，不高兴啊？后悔了？不是。那是怎么样？那段影片里，你跟美方是真的去饭店。跟我来。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喜欢美芳？也没有啦。等等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有什么话都要讲出来，不要隐瞒或猜疑。只要你问我，我绝对据实以告，不会欺骗你。所以不要放在心里，好不好？我上次问你，你回答我说来话长，晚一点会跟我说，但一直都没有说你跟美芳那个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忘记跟你说了。你也知道美芳是腐女，所以她有一大群朋友都是腐女，在她相信我喜欢你开始，就把他们介绍给我，所以大家挺熟的。这一次啊，是一个叫小云的女孩子为了 CP 难过。CP， 就是他喜欢的一部 BL 剧，那对 CP 其中一个死掉了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北上散心找朋友安慰，美方就找我过去啊。那你去那边可以干嘛？那个时候我在你这里惨遭滑铁卢啊，所以我用同样悲戚的心情安慰他，我们陪了他一整个晚上，他的心情啊终于好了一点。可是你还在饭店洗澡。放心，我另外开了一间房间，还有账单呢，回家拿给你看。我喜欢你，可是下定决心的，不可能放手，所以你要答应我，你也不可以随便抛弃我。你胡说什么？对了，刚才你们讲影片的事，你认为有人故意在针对你或美方？美方才刚进公司，所以应该是针对我。针对你？担心我？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已经找了学弟帮忙，只要把寄影片的信箱地址找来给他，很快就可以找出是谁，然后把他找出来，狠狠教训一顿。我也可以帮忙。你也可以帮忙？好啊，到时候需要你的时候跟你说。啊，对了，刚刚你拍的照片啊，你要光明正大的传进群组里，我要收藏。信司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又没回讯息？对不起啦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出了一点事情，得整理一下心情，所以才没联络你们。出事？你爸发现你是同志啊？嗯，我坦诚了。真勇敢。那你爸呢？你爸说什么？他能接受吗？他算是接受了，而且还要我搬回家住。你要搬走了？对啊。说实话，我一直很想搬回家跟家人住在一起。最让我担心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而且结局是好的，我真的很幸运。你能搬回家是好事了，可是只剩下我跟立成，感觉有点寂寞。牧人，立成哦，他是真心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说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说的在一起，是我理解的那种在一起吗？嗯。什么时候
我想听。就是啊，那天晚上不是喝醉吗？然后你还喝酒。今天谢谢你陪我来。谢什么啊？这客户斡旋了好久，终于谈下来。恭喜你啊！吼，这样子业二组的业绩哦，要一飞冲天了。不过我觉得换个角度想，我应该就是你的幸运星。哈哈，你看那个。要生气吗？开玩笑的嘛。下次。今年我们业二的业绩突破10,000,000！哇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Zoe 还是我们业二第一名，大家多多向他学习啊！不愧是学姐。Zoe 继续保持。谢谢经理。经理。是。我终于知道不能赢过另一半是什么意思了。谢谢经理。那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孺子可教。我决定今年年终再加码5%。来，各位，我知道这个月大家已经很辛苦了，所以经理，我决定今天中午请大家吃米其林。哇！米其林，吃好吃饱，继续能量。好，再战下个月 ，fighting！ 肖经理，我们也想去。好啊，腾腾的组员就是我的组员，大家一起。耶、yeah! yeah! ！我输了，你打败我了，你要安慰我。我看你和你们组很愉快，气氛很好，不需要安慰啊。什么不需要安慰？那是我用钱换来的，所以这一餐我损失惨重，你要帮我补一补。这里是公司，现在是上班时间。我们相处时间已经很少了，都不珍惜。我哪有不珍惜，我也很期待啊。反正现实就要搬回家，到时候就只剩下我们两个。吼吼，所以你想要小叶赶快搬走啊？也
不要乱说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那小叶搬走之后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我没有想要对你做什么。那我想对你做什么？你愿意吗？焦立成，你也太直白了吧。我孝顺你的身体，你对我有强烈的性吸引力。怎么样？不高兴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喜欢我，只是为了我的身体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喜欢你，所以才对你的身体有兴趣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一开始喜欢上我，就是对我有遐想，不是吗？这样说好像也没错了。啊，我等等，误会了啦。我爱你，所以爱你的身体啊！你不要喊那么大声啊！那不然小叶搬走之后，我们可以先分房睡，身体接触可以晚一点，没关系。住口！哦，你不要那么凶嘛！我爱你，所以爱你的身体啊！信子，其实你东西不用全部拿走，留几件衣服在这，随时都可以回来啊。如果我随时回来打扰你们两人世界，那也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就跟以前一样啊，我们三个人还是可以一起喝酒聊天，彻夜不睡。木人，你是真的接受历程吗？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或是被刺激冲昏头吧？怎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你们变成情人之后，相处的模式就不可能像朋友那样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历程是真的爱你。你怀疑我不是真心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啦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变成情人之后啊，就会有很多情人之间才能有的行为发生。你的意思是上床吗？怕我排斥是吗？你之前和历程为了殷汉林的事情吵架，我跟你讲，不管是情人或是夫妻，床是有很重要，我不想要你们再为了这件事情闹脾气，或是有任何疙瘩。所以啊，找时间，你好好跟历程沟通一下。男男怎么做爱？同志第一次上床，上床前该知道的九件事。东西这么少啊？最多的就是衣服，全都塞里面了。其实你不用全部拿走，留几件下来，随时回来住没关系啊。你干嘛？我不是开玩笑，真心的啦。没有啦，因为你和牧人都说一样的话。这就叫做
默契。等等，你一定想不到，小叶真的跟那个阴沉的小鬼在一起啊！这么想不开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其实跟他弟联络上了，不止联络上，还打算在一起。两个人同心协力面对他爸的反对，掀起一场家庭的腥风血雨。信心像那么大的决心啊！是啊，他为了那个小鬼，算是鼓足了勇气。面对他最爱的爸爸，他一定很难过。才没有呢，他很开心。开心？怎么说？面对反对肯定会伤心，但他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一起，所以就是苦中带甜。刚才送他回去的路上，小叶的表情一直是笑着。你干嘛？我好奇你在看什么啊？看那么专心，还戴耳机。没有啊，就在找约会地点之类的。约会？我差点忘了。我只是随便找找啊。哎呦，不能随便啦！这是我们交往后第一次约会，我来好好计划一下。明天就去。明天？放心，交给我，你只要负责参加就好。到底要去哪里啊？你待会就知道了、啊，让你期待一下。我精心挑选的地方绝对没问题。到啦！我们约会的第一站就是做手工艺。对啊，你不要小看手工艺哦，这里啊，可是也可以制造甜蜜又有实用性。还有纪念性的好地方，实用纪念性我可以理解，但甜蜜是什么？你待会就知道了，不准你会喜欢。走吧，我预约第一场是加一些木工的设计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我真是太会选了点，充满了艺术气息，超级适合像我们这种。学长，博翔，你们怎么在这？我们来约会啊。我们也来约会，所以你就是学长的另一半。你们好，我是藤木人，我叫孙博翔，这是我宝贝吴志刚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他是我宝贝。哦，这么多宝贝，宝贝对宝贝。那你们今天也是来上陶艺课吗？你们也是吗？对啊，第一堂。这么巧，那我跟藤藤先去逛一下。好，待会见。OK， 拜。等等，你看这个杯子，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然记得啊。当时有没有淋浴间？在抢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一个黑一个白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呢。设计感又很好，而且质感又好。如果可以带回家的话，那就好。我说我要嫁给你吗？我记得很久以前讲过吧。哦，我记错了。喜欢吗？嗯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OK， 已经传给你了。寄影片的 IP 是你们公司的位置。我们公司？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公司内部有人偷拍我和美方，然后传给大嘴巴的员工，让他散播出去？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，没错。不过我在影片里面有找到偷拍者的倒影，是一个女人、欸。女的？嗯。我有试着把影片放大，所以颗粒很重，有点模糊。不过你应该可以看看是不是你们公司的人。不认识，应该不是。哦，不是的话就有点难搞哎。我想一下，不用麻烦了，以后我自己多注意就好。这次感谢你的帮忙，改天好好谢谢你。你要谢我？谢我很容易啊，帮我打个折就好。帮？你们在一起八年了，可是他喊立成学长。哦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小高中生，我大他12岁。哇，这么猛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没关系，你的反应已经很含蓄了。嗯，我常常说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因为幸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这个论调有点像立成。难怪他们学长学弟感情这么好。我虽然比他大，但其实都他在照顾我。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还会出来的约会，你们真的很恩爱。是啊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做送给我们自己的结婚礼物。结婚礼物？嗯，我们要结婚啦。恭喜。到时候你跟立成一起来吗？好啊，一起幸福，一起幸福。先生，你们的饮料好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聊完了，聊完了，谢了。小心门呢？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哎呦，玩了一天的陶土，我想先洗澡，你别闹了啦。我没闹，保证你会喜欢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三、二。再来看，
不是说好要慢慢来吗？是慢慢来啊，你不用紧张，这只是情侣对戒，更何况求婚的话要准备更大颗的。我又没有说要嫁给你。喜欢吗？嗯，太好了，这是我很用心准备的，帮我带。分开时有自己的个性，在一起时又成为一体。等等，你说对了，这个啊，就是我选这个对戒的意义。那你下次要送我什么礼物？你想要什么尽管说，我都买给你。嗯，独一无二的。那是什么？自己想。可是，这个戒指我已经想很久了。想多久？嗯，三天。那这次给你三个月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就把自己包成礼物送给你。经理，你的包裹。这是刚刚客户传过来的，谢谢，你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要需要修改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俊，哟，能不能去问一下左琳？哦，我出去一下。哦，全力配合，没问题，收到。怎么这么大罐？肖经理，好久不见啊！脸干嘛那么臭啊？我是回来开会的，没有调回来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的目标也是他，难怪当初生那么大的气，把事情闹到害我待不下去了。关于转调这件事呢？哇！老大，老大，有新消息！你干嘛？你是拍间谍片还是无间道？你之前不是有给我5000块，要我出去打听谭经理的一举一动？说到这个，5000还我。他现在已经是我宝贝了，我干嘛需要你打听啊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夫妻间总是有许多的小秘密。若雨跟我说，早上谭经理收到一个包裹，脸色怪怪的。包裹？是啊，一收到包裹，神经紧张的冲出去，而且还把包裹锁进了抽屉里。拿你过来。故意躲我？是啊，真的很有问题。所以那5000块不用还了，你叫若雨继续打听，一条加1000。也是。陈明真不是盖，要说我是女生，应该也会爱上他吧？应该都很不错哎，你们在交往吗？他们很配耶。还没有。还没有？那你要赶快追他，那么漂亮，一定赶快追走。你喜欢夏依吗？没有。怎么会这么问呢、啊？没有。只是想知道。等等。你还记得我们说过，什么事情都要讲出来，不可以有一点点隐瞒。嗯。那你今天收到的包裹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有包裹？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，
你可以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啊，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啦。不要骗我，有人跟我说你收到之后脸色很不好。你不用多想啊，我先去洗澡了。不准逃避。你是不是被威胁？是不是高副总寄东西恐吓你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关高副总什么事啊？我今天遇到他，他已经知道我们在一起了，还说要回敬我。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，他肯定会针对你对付你。我感觉他对你还没有死心。高副总，难道你之前跟美方的影片，该不会也是他搞的鬼？毕竟公司里……我不管是不是他，我只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那个包裹真的不关他的事啦。那你告诉我啊。好，我给你看。这些是你买的啊？你买这个是为了……对啦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信是要我跟你好好聊，我们之前不是为了那个吵架，现在交往啦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嘛。你以为我买这个东西很容易啊？做了多少功课，下了多大的勇气，你硬要问，到底有什么好问的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是我不应该逼问你。我是因为在公司看到高副总，太担心你了吗？我不想让你那么快知道，还在找机会跟你慢慢讨论。是我的错，我太着急了。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也没有这么气了。没有生气就好。那我们要来讨论吗？好啊。关于那个问题，其实我私下问过博翔了，大概了解真实的情况。我觉得呢，既然相爱了，就不要太过于纠结体味的问题。你是说你愿意让我、老实说我是不愿意的，不过既然爱了，就要有牺牲的决心，而且对象是你，我可以做好心理建设。我也会好好思考一下，反正我们才刚开始交往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讨论。对啊，未来还很长，慢慢来嘛。立成真的愿意让你上哦？嗯，那他是真心很爱你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因为他跟女孩子交往出手都很快。这是慢慢来，还不是要让你当一。哎呦，谈谈。信思，嗯，你第一次的感觉怎么样？你怎么会突然这样问呢、啊？就立成都有这样的决心，我也有啊。反正又不急，彼此都可以再想一想。我感觉出来，你们真的很相爱，我很替你们开心。你和你弟也是啊，你们也很幸福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很执着，绝对会爱你一生一世。嗯，我相信他会。永杰找你爸摊牌，你爸心情很不好，连饭都不吃，现在一直关在房间里。经理，你正好回来了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打给你。这么急，
是汪小姐要取消签约吗？不是，是肖经理出事了。我没有从中抽取利润，造成公司的损失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证据在这。高副总，这个证据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有人看不惯你嚣张的行为，偷偷收集资料，然后交到我手上。那你叫他出来啊，跟我对质，看这个证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也是要保护伸张正义的同事啊，反正证据在这。沈副总，你觉得这事要怎么处理？这笔钱差了快500万，不是小数目啊。为了以示公平公正，公司会派第三方来进行调查。肖经理，调查期间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进来公司好了。不可以！既然要调查，肖经理大人得继续上班，不让他进公司，不就是变相认定他有问题？陈经理啊，以你现在跟他的关系，我拜托你不要帮他说话，要不然同事们会觉得你跟他是一伙的。事情还没确定，不要乱扣帽子。我同意。调查期间，我不会进公司。小李晨。高副总，这个证据请你好好保存，它会是还我清白重要的证明。我会的。肖经理这样是被革职了吗？李晨，不可以就这样离开。没事的，等你回家再说。肖经理，肖经理，经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好，大家各做各的事啊！哎，回去，回去，去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高副总的证据我已经拿去财务部做核对了，是很有技巧的栽赃。这些证据的确都和历程有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，所以你的意思是历程自己的案子或是中途接手的都有问题？对，没错。这王八蛋设计这些证据肯定花了不少时间。哎呀，他这阵子转调出去应该都在忙这个。你到底有没有危机意识啊？木人，你不要这么生气了。能不气吗？我们这么紧张，看看他什么态度啊。肖立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严重性？要是没把亏公公款这件事情厘清，你不止在 Muse 待不下去，任何公司你都去不了。哎呦，我没有不在意啊，我只是觉得清者自清，我没做肯定会查出真相。你怎么自证清白？高副总拿出了证据，你的证据呢？立成，人言可畏，你这次不能再用以往的态度面对这件事情。毕竟高副总是有备而来的，我会找出证据证明我没贪公司的钱。要拿出行动。反正我这阵子都不用工作，我会努力行动。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你刚是用哪只手擦嘴巴？喂，这边有卫生纸啊。欢迎光临。喂，俊伟，财务部那边有消息吗？谢啊，博翔，前几天我寄给你的档案你看了吗？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好，没关系，谢了。
在大家面前故作轻松。我一定要找到证据。你之前说公司有男员工被高副总性骚扰，你能帮我把这个人找出来吗？我也是听说的，其实到底是谁，大家都传得很隐晦，根本找不到人了。也是，我们之前都没听说过，这表示这件事情很隐秘。谭经理，你是不是想要抓到高副总的把柄，然后反将一军？不过找不到人，一切都是空谈。那个少爷他还好吧？他嘴上说没事，心里在乎得很。我真的很担心他。萧经理真有污浅吗？看不出来。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有时候看起来无害的人最可怕。到底在调查，就说夏野污浅，太过分。不用去跟他们理论。为什么？人言可畏就是这样，你呛了这个人，还会有下一个、下下个，只要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清白，到最后所有人都会认定立成偷拿公司的钱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去哪里找证据啊？解决事情的方法，有时候不一定要正面引起。等等，你醒了。
哎，我还以为你只是要做给我吃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自己做的早餐，难道我不能吃吗？可以。这么难吃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？你做的都好吃。哎，立成，真的啦，吃到你做的早餐，我就像电玩角色一样，满血100。你干嘛勉强自己啊？没有，虽然你做的暗黑料理，不是，是暗黑料理，可以保平安，又可以让你嘿嘿笑的那一种，我就觉得自己充满活力，一定可以很快的找到证据。我对你有信心。今晚准备行动。知道了。谁啊？怎么你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？没有啦，是一个客户，晚点跟客户有约，你慢慢吃。先走了。傅永杰，哪有这样刺激你爸的啦？连牵手都受不了，那还谈什么？做父母的心情你懂不懂啊？怎么什么事情都只想到你自己，真自私鬼！妈，你不要怪他，永杰还小。他小个屁！妈咪。有什么话你说吧。爸妈，我跟永杰是互相喜欢，我们决定要在一起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我们认真思考过后做的决定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成全我们。